叫方斌。我叫林梦莹，我是4岁多的时候进团的。我是6岁时候就从事这个杂技的表演。现在我们两个有合作高空的节目，男底座要冲进来把女尖子抛高，然后我们还要换着绳子，像类似像这样的动作。成绩是我们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传承吧，所以能训练这个节目也是对我们一种认可。哪怕有1000次的失败，只要有1次成功，就证明这件事情是可以做的。杂技这个行当吧，还是很传统的、很古老的一个这样的职业。一个是精神的问题，就是对这个职业要有一个崇高的这种敬畏感，就是还有一个责任心。责任心首先是也是对自己的。1、2，好，第一步后退。每个手要提高一点。